其实调幽兰。Thank you.
其实钓幽兰里面有很多国指法，我们只说一下全幅。全幅呢，在这个幽兰这个文字卷里面就明确有好几种全幅，有急全幅，有急全幅，有缓全幅，还有急全幅。急就是接受的急，还有通常的全幅，它就没指明是缓还是急的。那么可以说是有五种啊。那么这个怎么处理，怎么谈呢？我是这样子来处理的，看看可以讨论。急全幅和急全幅还有通常的全幅，我是用乌斯兰这个指法，就是舌中两字呢是相熟，勾度两弦，名指煞前弦，按照这个来做啊。那么通常这里做得慢一点可以啊。对晚弦符跟急前符呢，我是由杨祖云的说法啊，国谱里面杨祖云的说法，就是中打弓，舌勾上，然后再做，再弓，中打弓，舌勾上，四声相连，名虚煞弓，就是虚煞前弦。我们现在做一下，看一下例子啊。先看急前符，大指按四五两弦九徽，急前符，名指煞前弦。然后看急全幅，急全幅呢是泛音啊，五徽，四五两弦，名指煞前弦啊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一般的，就是这个全幅也是在五徽上六七两弦啊，这个比急前幅、斜前幅要慢一点啊，这个都用乌斯兰指法。然后我们来看缓全幅，在九徽大指按四五两弦的九徽啊，跟急弦符刚才头一个位置一样，但是它是缓的，它指明是缓全符，是这样子做的啊。再看一下急弦符，在六七弦的徽位，名指按六七弦两弦，两小节都是急前幅，这个